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在这个黑科技如此发达的世界中，机器人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从家里清理死角的得力小助手，到外出就餐、智能送餐的 Q 萌机器人，现在一个更加激动人心的消息传来，停车机器人系统问世。好奇这是个什么东东吗？那就跟随着小编的脚步一起去了解一下吧。近日，全球首家 AGV 舒齿型机器人车库首现南京，凡是开进这里的车子都由机器人完全代劳，将车停好入库，非常智能。相信大家都有同感，虽然马路杀手没那么常见，但停车到库入库很困难的人就比比皆是了，小编就是其中一员。这一智能机器系统的开发，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好消息。听起来是不是酷毙了？这个机器人停车场是一个半封闭式空间，不同于其他停车场，这个停车场的地面上到处都有一个圆盘，而驾车来此的客人只需将车停在这个圆盘上，将车熄火，然后拿出手机扫一下二维码走人。接下来机器人会出动，带上你的爱车，坐上升降台，直到找到空位把车子停好，等到你取车的时候再次扫一下二维码付款即可，机器人便会将你的爱车自动运送至出口处，而整个取车过程只需2分钟。而最厉害的是，这个汽车搬运 AGV 机器人能够实现100辆 AGV 同时调度，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哦，是不是相当带感呢？怎么样，小伙伴们，这样的停车场大家是不是和小编一样希望它赶快普及呢？说说你的看法吧。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，欢迎大家点赞评论，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